刚坐计程车来的时候，计程车司机就说：“哎，弟弟，今天要去哪里？”我想说：“哦，又狗又来了。”我故意提高我的音量说：“嗯，司机大哥，麻烦带我到马街医院。”然后开的过程当中，他突然急刹车，因为刚才排练的时候我拉到了一个肌肉，所以他紧急刹车的时候又牵扯到我的肌肉，我就一下。司机大哥说：“要去马街医院。”化疗很辛苦，但是我超生气的。我说你怎么可以靠这种刻板印象？我平常身为舞者，但一个刻板印象还不够吗？每次人家讲我们是啊，你是舞者哦，那你会劈腿吗？哦，你是舞者哦，那你们班男生是不是很爽？ So， 你说还有什么舞者的刻板印象？七月五号、六号、七号，赶快来买票！我不是李佑维呀，一起来 turn out。两厅院的脸书 Open Tix， 还有你敢的话，你私讯给我，好不好？都可以订票。Turn out。